咱们呢，来说段相声。哎呦，是你呀、啊？对了，这回呀、啊，我又来了。这回咱们说点什么呀？说什么？就说我跟他的事儿。哦，哎，这他是谁呀、啊？农，就是啊，小钉子。瞧你这股劲儿可真神气啊。神气？我快倒霉了。是吗？哎，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是啊，我就挂在这爱发脾气上喽。说着说着又来了。嚯、哦，您瞧瞧，这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您这犯得着吗？哼，你干嘛老盯着我呀？好嘛，倒打一耙、哎、你干嘛老踢人家呀？踢他，哈哈哈哈，就这么个小钉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、您呢当着瞧吧。瞧见没有？好嘛，唱大花脸呢你。哎，你怎么又抬脚了？得捅娄子了不是？你想跑啊？没门儿！没人听你的。都给我回来！快给我解有钉子！小姑娘，甭听他的。哟，咬坏！瞧见了没有？叫你别管嘛。成抓特务了啊！嘿，还真能对付。谁让你管来着？怪了。您瞧这份热闹劲儿。哎呦，啊，
还真够乱乎的。别追了，跟你说怎么不听啊？我跟钉子没完。啊，没完，好嘛，到这儿，为闹大发了不行。啊？你不是没完吗？碰钉子了吧？您先别笑。啊！瞧瞧，傻眼了吧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您呢，是得好好想想，钉子本事大着呢。我再也不小看你了，我再也不踢你了。嘿嘿，总算明白过来了，早就该这样。瞧瞧，哎，那后来呢？哦，后来呀，我就把他送走了。哎，这是上哪儿啊？嘿嘿，你自己瞧呗。哦，这就对了。